mana ni lovo aja jana no nuvo voan no aja di arisangan puri cuma aja cawa uma imaja I nacan tai cawa ana persiguan tai cawa tarolibak 以前有一根梁柱哈。 顶在这边，那它就是在这个位置，马盖哈。因为我们部落很早就接受天主教信仰了吧，很多的祭典可能都已经没有在进行了。当然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是因为信了天主教，所以这些仪式不进行了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部落被日本人强迫迁移之后，离开了原居地，所以很多的文化就慢慢的消失。 马盖祖灵柱其实因为它在台大的藏品是从日本时代1930年就进来了，所以它一直都放在台大。所以后来，文字法的一些变化里面，我们也在考虑，那要让大家意识到台大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藏品，所以当时就在想，那台大也应该要来申请。外面很多的声音说，谷物要回家，谷物要回家。 要把它拿回来到部落也不是那么简单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力气去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这个争夺战里面。干脆啦，我就认为说哦，应该不要让台大那么轻易的就拥有摩开，那这样按照我们的习俗，叫他们表示诚意，请他黎明西摩开既然是我们的祖先。 也是我们的人，我们就把它当作迷人化的去办了这场婚礼。